先借着婚，王爷莫要一意孤行。敢拦本王，有胆色！尽管来战！哼！醒了呀。 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那你教教我这两个字怎么写？啊！我的手臂，这就断了。把那个缸换个地方，做好饭以后把厨房帮我收拾收拾，院子里的落叶捡起来。你知道你这些日子使唤的人是谁吗？缘起相聚，多问无益。 放这儿行吗？好像也不是特别理想。哥哥，疙瘩，吃饭了。我叫沈黎，你再叫一声哥哥哒试试。